向業道41號，樓高37層，其中有28層寫字樓樓面，每層樓面面積接近12000平方尺，最多可以分間成24個單位，每户都設有獨立的洗手間和來去水位，亦都有獨立冷氣，方便不同行業的租戶使用。地下大堂採用高樓底設計，空間感大大提升，並提供7部載客升降機。由於大廈單邊正對深灣，高層單位大部分享有開洋海景。此外，天台更特別設有綠化空間，租戶可以去天台休息和欣賞景色。交通配套方面，步行至港鐵黃竹坑站大約需要8分鐘，到達金鐘港鐵站只需要7分鐘。除了港鐵之外，黃竹坑道有多條巴士和小巴線途經，四通八達，交通非常方便。而項目本身設有多層停車場，提供多個私家車車位，方便駕車業主和租戶。